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个分享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2021上海 WF 真田幸村限定版本，真田幸村纯铜版本 ，CM Toys 真田幸村变装版本，真田幸村这四款真田幸村呢各有各的特点。这个 WF 限定版本呢是一个纯铜的样式，大货版本的真田幸村，当然我的是豪华版，还有一个马。然后这个 CM Toys 呢，它是一个合金压铸的，这个造型呢跟真田丸比较相近的。还有就是这个变风版本，如果说你让我选哪个的话，真的是这个价格也是从低到高，任何事情都是要有高低和区别的，没办法。今天不是来分享这四款，再加上之前那个井伊之政，我已经拥有了很多的芥雅人的头雕了。然后呢，今天又来了两款，也是真田幸村。哎呀，这个芥雅人的头雕啊，这个太多了，真的是太多了。新的真田幸村呢，说是打理版本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它应该就算一个加强版本，也算是一个改版。这款加强版本的真田幸村呢，它是对标的是这一款纯铜版本的真田幸村，所以在视频的后面呢，我会跟大家对比一下这个加强版本和之前的版本有什么区别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会教大家怎么去打理这个日甲，然后还有一些穿戴的技巧。所以呢，对一些真正的玩家来说，这期视频呢，千万一定要看仔细了，你会学到很多知识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也会在评论区里面送出一件我的粉丝 T 恤衫。我这人交朋友呢，就是两个字，人品。无论你有什么没什么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会把这两箱一起来拆一拆。在这里呢，我还要跟一些国外的一些朋友说一下啊，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和支持。我们中国呢，做人偶的品牌其实也不少，尤其是12寸的人偶，经常会有一些国外的朋友私信我，然后说希望多能看到我一些视频，然后多看到一些新品或者是新的品牌，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。然后每次私信我的时候啊，我就感觉自己的责任是越来越大，而且呢，保持热爱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。还好啊，我都一直是处于一个特别热爱的一个状态，还很开心，认识了很多的朋友。我也很希望通过自己把中国的品牌呢推向海外的一些朋友们。我也很开心，其实加了一些很多国外的朋友，感觉女生居多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作为一个玩家来说，或者是作为一个同好者来说，还是非常开心的。所以我希望能把中国的品牌呢推向给全世界的朋友们，让你们看一看我们中国在做的一些品牌，在做的一些人偶，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，看一看和我说的如何。我也希望国外的朋友们能和我一样感受到中国制造的魅力 ，Made in China。好吧，好，说了很多，但是呢都是我的心里话。还有就是啊，五哥的视频呢没有什么稿件，除了一些人物的介绍啊，基本就是畅所欲言。这也是我多年做管理的一个经验吧，无论是管财务还是管人，管人和管钱是最难的，真的这两个最难的。但是我这十多年一直都是在管人和管钱，然后到后来呢就是自己管自己了。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那什么，个人的一个经历。接下来我就把真田幸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好大的一个箱子，这个剪子已经陪伴了我3年多的时间了，从我做视频的那一天起开始用的这个剪子，一直用到现在，已经掉色了，不过我还一直在用它。两款的牛皮纸包装，都拆吧。好吧，001黑色版本，002异色版本，包装的峰会，包装峰会的背面。接下来咱们拆一下001的版本。哎，有一个码，收藏的编号，红桃尖吧，还黑桃尖。然后我的编号是299号，一个是戴面甲的头盔技法，一个是不戴面甲的头盔技法。这个呢还是很重要的。看一看黑色版本。哎，如果说你去改件打理，然后加上一些细节怎么怎么样的话，如果你找一个手艺人的话，其实3000块钱，你别说3000块钱了，可能4000块钱你都下不来。虽然它是一个大货版本，但是它的数量呢非常的有限。面甲部分呢是红色与黑金的搭配，然后咱们把兜拿出来，就是它的头盔，鹿角部分涂了一层金色的涂装，潜力呢也是一个金色的月牙，整体方面就是金色、红色、黑色，标志性的六铜钱，一对实心握拳手，然后一对下垂的手型，右上角有一个铠甲箱子。哎呦，这么硬，这个铠甲箱子挺结实啊。哇，这个味道大家不要闻，看看人偶整体部分。哇，哎，这个铠甲镯的颜色跟罐头不一样，
哎，不过凯夏卓里面这个有六铜钱的胶印，如果说品牌方还能把这个颜色搞回去的话，搞一个这样的颜色的话，我觉得那是真的是太棒了。整体是一个哑光色，各个方面的细节包括分色呢还是非常不错，而且它的龙首部分呢，龙首部分这个链啊能看出这种匠心的细节。哇，素体是非常紧实的，可以，这个怎么这么紧，太紧了，还有一个发髻。然后咱们看一看这个第二层啊，第二层是标准的地台，老熟客了啊，一把金红色的钛刀，上面有刻印六铜钱的效果，这把钛刀还是比较好看的，一把石纹自枪，然后一个振羽支，这个振羽支呢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，黑色版本的振羽支呢，它是外面里衬是黑色的，后面有六铜钱的一个刻画，这个斗笠呢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啊，当然这个也可以给别的人用，挺好。然后还有一个斗笠的绑线，穿绑线的一个小工具，有这个小工具。那你可以一直在用这个东西，其实成本很低，但是它跟你附送了还是比较贴心的，这个小细节真的是很不错。一把斜钗，上面有六铜钱的一印，两个袖，这个两个肩甲呢是这种黑金色的搭配，然后绑线呢深蓝色和这个深红色的绑线。那么接下来呢开始拆第二项异色版本凯夏卓的改色呢，我是个人是真的是没有想到的，如果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呢，我相信玩家是一定非常开心的。废话不多说，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拆第二项新春特点异色版本的真田幸村。我说心里话，我是非常期待这个异色版本，那么就直接拆箱吧，好吧兄弟们。哎，这我这个编号是250号，南波250，是不是故意搞我啊，是不是故意搞我？哎呀，无所谓啊，这个编号无所谓，一个码，然后还有一个戴面夹和不戴面夹的头盔技法，我估计是怕得罪玩家然后来欺负我。可以，没事，无所谓，不重要，好吧，不重要。那么拆箱。哇，这个异色版本也很不错呀，这个质感，我去，哇，这个素体这么结实啊，带胡须的面夹，这个跟官图呢可能就是有点区别，拿一些发胶啊整点褶皱，简简单单整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胡须呢你不折叠也可以，这样式的还感觉比较利索一点，反正这个就看你们自己喜好了，这个东西看个人。一对握拳手自然下垂的手型，一会儿我告诉大家怎么去打理，因为这个只有自然手型才能穿上这个龙首的这个两个绑绳，尤其是手部分的，然后一个发髻。异色版本的头盔呢，它整体是一个类似于巧克力的颜色，再加上这种哑光的绿色，装铠甲的箱子，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六铜钱，它整体这些铠甲的部分全都是铜制的啊。然后第二层的布局呢，就是一个地台支架，这个地台支架呢已经是老朋友了，一把太刀，握把处呢我以为是胶的，但不是啊，里面是绳线绑上去的。太刀和打刀呢它是有一定区别的，就像是那个宫本武藏，太刀呢它是有些弯的还比较长，但是打刀呢也会长一点，但是没有太刀这么长，它会直一些，所以有的人就会把太刀和打刀呢区分不开来，以为都是这个太刀，无所谓啊，这个就跟大家说一声。然后一个石纹自枪，一个振羽支，这个振羽支上面呢还有暗纹的刺绣，这个不仔细瞅的话还真看不出来。然后后面有六铜钱，整体是一个红黑的配色。有一个斗笠，这个斗笠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，这个斗笠呢专门是为这个真田做的，六铜钱的家徽。斗笠的绑线在日甲里面头一次见到，有一个送这种帮助玩家穿线的一个工具，一把斜钗，然后上面也都是有六文钱的涂装刻画。两个袖，肩甲部分呢它整体是一个红色的漆面加上这种铜色的漆面，我整体呢就是这些东西。接下来就大家怎么打理这款日甲。好，这个真田幸村呢我就已经拆卸完毕了，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面闹裆这个部分，就是小腿甲这个位置，尽量不要重新安装，因为这个线呢它其实已经剪的已经比较短了，当然你自己是个勇士的话也可以，因为你一会儿把它安装的时候肯定还会动，从侧面瞅啊看起来就很利索是吧，后面呢感觉也不错，你要从正面瞅的话更加的利索。如果你想把它定型整出一种效果的话，那么我推荐大家用这个喷雾干净的自来水整湿之后呢，它塑形的就比较方便。然后记住整湿的时候不要碰到这个铠甲，往上提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位置之后呢，从后面系紧之后呢，咱们把它往下这条线的下方系上之后，然后再来一圈，在衣服后面打上一个结，掖在袋子里面，就是只要是别让它翘起来就行了，这样的一个结。然后接下来呢就把后面可以把它往上点把它盖住，前面不要系扣啊，不要系扣，直接拿镊子塞到这个里面。
OK。裤子后面这个位置要把前面盖住，把这个前面这个绳线盖住，前方的顶端盖住之后呢，然后你就可以在后面打个结，绑线呢一定要给它捋顺，然后把它打一个结，然后你可以再打一个结，系紧之后呢就是这样，然后再把多余的绑线给它塞到里面，打理之后呢就是这样一个效果，看到了吧。接下来呢咱们安装龙首的部分，安装龙首的时候先把手型安装上去，把拇指部分先安进去，中指按到这个位置，安装之后的效果，手型给它安装上去，记住这个龙首绑线这个位置能不拆就不要拆，先把这个手型插上去，因为你这个镊子是非常尖的呀，所以呢咱们慢慢慢慢往下拽，一定要细心呢，尽量不要露出这个关节就可以了。安装完成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绑线呢是多出来点，多出来点呢很简单，就把它掖在里边就可以了。这一侧的龙首安装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，跳过。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黑线给它穿上去，可一面穿，把它捆上就行，大概像我这个位置，其实是一条线啊，就是大概一个思路跟大家说一声。接下来呢安装满制螺，系一个扣之后再系一个扣，不要系特别紧，满制螺的位置背后前面系个扣，然后这面系个扣，上下再系上，然后这面再系上就 OK 了，前面线乱一点没事儿，没关系，一会儿穿上铠甲之后呢就会掩盖掉。接下来安装它的配盾，先把它往后面系一下，绑线呢一定要把它捋顺了，千万不要急着拐弯，这种就不好看了。系个扣，咱们看一看前面，前面这个位置呢一定要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啊，穿在这个里面。 OK， 同样这边也把它穿进去，现在这个位置呢就可以把它系上了，打开的话系起来就比较方便了，系紧然后再系一个扣，这样系紧之后呢就效果就好多了，配盾也安装完成了。接下来呢咱们就把它铠甲穿上去，橙色这个线那个位置都把它整一整，打理一番，用了小工具把这个位置扣上了。这个盔甲这个部分呢可以往里面收一收，然后把它穿这个里面，然后再把这个位置系上就 OK 了。 OK， 这个打理的非常棒了啊，我个人觉得已经非常棒了。绑线这个腰带呢，我相信很多人，哎呀，这个绑线怎么绑啊？因为这个你要放斜拆的，这个位置很关键的，一定要拧顺了。看好折中的位置，系一个结，然后再往前面来一扣，然后再把前面打一个结。记住啊，这个很关键，不要把它绑过去，这样这后面的就可以把它系紧。前面这个部分呢，其实也可以往上点，这个最好还是就我这个位置穿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位置穿进去。OK， 再把它打理一番。所以说这个斜拆呢，这个位置就是这么安装的。如果说你是成手的话，也就在10到20分钟左右。所以呢，日甲打理的话，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呢，就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个手法和这个熟练度了。下面这个白线都没有了，看不到了。打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真心真意的希望大家都能玩玩具玩得开心一点。就仅此而已，自己动手呢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。头盔的戴法还有绑线的戴法，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在下荣恩，他这里面已经有详细的教大家怎么去绑线，怎么戴这个兜，还有几个方法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关注他一下，好吧。接下来我就把它组装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。我说一下啊，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。首先这三款，左面这是我精心打理过的，然后中间大货版本的真田，右面是黑色版本的真田。首先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衣服的颜色，绿色的整体里面这个橘红色这个衣服啊，包括下面，我个人认为这个配色还是蛮搭配，挺不错的。大家也看到我打理这个步骤了。这个黑色真田呢，它这个衣服的颜色啊，跟之前那个官图啊不一样。如果弄成这个官图这种深蓝色，估计会好很多。这斗笠还是比较喜欢的，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。然后这斗笠可以往下点，整得像一个浪人似的，挺好看。头雕应该都是一样的。然后还有下面这个裙甲这个位置，你看我一搂起来，它都看不到里面那个白线，所以说打理呢就很不错。你看这种呢，可能就直接就看到了，对吧？哎呦，啊，这盾配，然后龙首部分，然后再加上闹裆的部分，都是有升级的。
其实有些细节呢它也是有升级的。夏之阵呢整体是一个哑光色，小旗这个位置个人感觉这块有一点突兀，所以呢我希望就是如果说出下一款的话，这个地方还是要改进一下的。如果不穿袖甲穿阵一只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帅，但是你毕竟给了这个袖甲，那你还是要照顾一下这个位置美观度，对吧？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啊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。其他的位置呢，就是包括龙首的改进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去打理这个日甲。因为每一个打理的日甲，你到货之后呢，经过运输，经过一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，你可能到手之后状态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出一个日甲的打理教程，对玩家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。我是这么觉得啊，因为你学会了之后，你可以用在其他的日甲的人偶上，这个东西你是跟你一辈子。真田幸村这个龙首部分这个甲这个链儿，它是跟现在这个它是有区别的。大家更喜欢左边的还是更喜欢右边呢？头盔呢我就简单戴一下啊，头盔简单戴一下，然后它这个鹿角部分呢都是可以拿下来的，但是不建议大家拿。视频最后我还要说一点，穿袖甲的时候，龙首实际上可以不用绳子交叉绑在身上穿甲，可以把袖甲上的扣子穿过龙首的两个圈，再套在胸甲肩膀上的扣子，这样可以有一体感，并且龙首可以更加的结实，不容易滑落，能让小旗的部分看起来得体一些。不穿阵羽织的形态才是最好看的，但是穿阵羽织的话最好就不要穿袖甲。这里要补充一点啊，实际战国末期的武将基本上都抛弃了袖甲，这点也是有真实的历史参考的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我在安装异色真田袖甲的时候会比较困难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中奖了还是个例。好在啊，我找到了一个小窍门，就是脱了胸甲或者是打开肩甲两个扣子再穿袖甲就容易多了。胸甲的连接扣子用穿针器配合镊子就会事半功倍，对以后穿日甲的扣子来说真的是一个好用的宝贝啊。以上就是我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大家展示了我对这款的理解，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。这两款也确实比之前的真田幸村有所改进，尤其是在打理之后的效果那是真心的不错。以后看五哥的视频学到的玩家们是不是都可以叫我吴老师了？限定版本的真田幸村属于夏之阵的第一款作品，多多少少会有问题所在，也希望品牌与玩家们共同的进步，谦卑的学习，弥补不足。我个人呢，也是希望之后能出一些更好的题材，来满足不同的玩家。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我是五哥分享，一直在为这个魔玩圈做贡献，做一个有价值的大玩家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，也希望国内与国外的好朋友们看到这期视频能得到满足，喜欢我，关注我。祝各位生活顺利，健康快乐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